低湿街华语巨星歌唱大赛第一场初赛经已圆满结束，华语电视将在9月23号星期日晚上10:30以及9月29号星期六早上10:30带给你当晚的精彩演出，密切留意。第十届华语巨星歌唱大赛第一场初赛竟已完满结束，华语电视将于9月23号星期天晚上10:30以及9月29号星期六早上10:30带给您当晚的精彩演出，密切留意。